等我妈来合租房的第二天。不，你俩去哪了？啊，我怕阿姨一个人在家无聊，就带她出去转了一会儿，是吧，阿姨？你们娘啊。咋笑这么开心？不是，你乐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没乐。你还说你没乐？你全歇凉了。就是跟阿姨玩的挺好的，聊的也挺开心的。不是，你跟我妈聊什么了？聊那么开心？嗯，阿姨说她挺喜欢我的，想让我做她儿媳妇。放屁！老太怎么会说这话？哎，信不信？不是，阿姨。那您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去上班了。好，拜拜。不是我妈到处。哎，妈。啊。那个，你是不是和朵朵说，当什么儿什么媳了？当什么？就是。哎，不是你咋回来了？你今天没上班吗？请啥假？你有事儿？有事。阿姨，我今天逛街给你买了几件衣服，适量大小，看合不合适，不合适我给你换了。不是，你给我妈买衣服干嘛？她有衣服了，不用浪费啊。你去我家不也买东西吗？我给阿姨买几件衣服怎么了？不是，那个妈，你就试一下吧，啊，我问她心意，啊，你去试一下吧。去我房间试。谢谢啊。我还有个东西想给你啊，啥？这个镯子也是我给阿姨买的。人家都说老年人的经济好，你帮我给吧。不是，你要买衣服买金镯子的，老人家他不能要啊，不会要的。我知道他不要，所以我才给你啊。反正你想卖，我帮我给他带上。啊？他买了我就上班了。不是。哎呀！小哥哥。呀，阿姨。哎呦，这就是亲家母吧？啊不是，这气质绝对像。什么情况下？不是，我还听说阿姨来了，她非要过来看看，不能问我。哎，小米啊，你还在愣着干嘛？赶紧去给阿姨倒水。哦，快点啊！好嘞。哎，咱们也别在这站着了，来来，坐一会儿。不是。啊。